大家当下好啊，又是我们八字基础课的智慧之道，八字基础课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来讲第12课，然后我们大概剩下，如果把2节说成1节，我们大概剩下1、2节课了啊。然后之后呢，有做手写笔记的，我们会有那个1节化解的课程，到时候。我会另外再拉一个群，只有就是完成所有的手写作业的，我才会把他拉进那个群来讲化解啊。也算是给有认真写手写笔记的人的一个鼓励吧。好，我们来学这个，学，等一下，学在这边。这个地方，看一下，学，等一下，calendar，怎么会有 calendar 呢？OK，学这个吧。我们要来开始我们的八字基础课的课程，然后在上一节课，秋月很认真哈，他在看回放的时候发现，老师把这个。词是知行的词写错了啊，所以因为我另外有几个那个 slide，就是写的是对的，但是这一章写错了，所以这个才是正确的，所以我另外写了，你们可以去截图哈。所以戌丑未是辞世之行。然后寅巳申是无恩之刑，那么子卯是无礼之刑，辰午酉亥是自刑之刑。好。所以这个大家截图一下，这个我就是把那个打错的字，因为有时候用拼音的，它就是没选对，不好意思，大家更改一下。好，那今天呢也给大家一个额外的知识点呢，这个本来应该是进阶课的，但是呢我就想想算了。能，因为我们是搞能量的，我们是要大家自己身体健康，所以呢，我也把它写了上来啊。这个实际上呢，我们人会生什么样的病呢？它是可以预测的啊。那当你就是我们知命啊，才能够改运。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命是怎么样的，你就没有办法改运。那么人要知命才能改运。那同样的，如果我们预先知道我们会得怎么样的疾病，那我们可以先预测我们会得大概率会得怎么样的疾病，那么我们就可以预防。那怎么去预测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啊。那么呢，一个比较成熟有效的预测方法呢，就是你。出生的那个年啊，你生的那个年啊，用五运六气的预测法。五运六气呢，是另外的一门学问。那个我很多年前学过了，那个也不是说一两节课，一两个小时可以讲完了。我记得我当时上五运六。去的课的时候，总共上了10几堂课，每堂课大概2个小时，所以呢，真正要学五运六气，也不是说几分钟可以讲完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我们就用那个我们知道它的结果来预测就可以了。那它就是用年的尾数来预测的，然后这个年的尾数呢，比如说今年是2024年，它尾数是4。但是呢，如果你在立春以前出生的呢，那就算2023年，那它指的是
2024呢，指的是20242月4号立春，立春开始算，算到第二年2025的立春之前，那就算尾数是4，所以它是这么算的。那么呢，今天我们要讲的方法呢，是用年尾数那个的这个五运六气的预测法。那要更加准确呢，当然还有就是运用你的出生的年月日时八字的这个五运六气的预测法，那个是最准确的，因为那个有你的八字在上面。那么今天呢，我们简单的来学习这个，就是用年尾数。啊，因为这个就是说，很多人你不知道他的八字，但是你知道他是哪一年生的，所以呢，你就可以用年尾数来判断他的疾病。那这个年尾数，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它的分界线是立春。那之前我们已经学过立春，每年不是阳历的2月4号就是。阳历的2月3号或5号，反正就在这3天里面。不过呢，大部分的时间呢是2月4号。那立春前呢，就是上一年；立春后就是本年。比如说，今年是甲辰年，就是2024年2月4号是立春。那比如说2月2号。2月2号是在2月4号之前，所以算是2023年的尾数，算是三。虽然你是在2024年2月2号出生，但是我们在预测这个疾病的时候，那个你算是尾数三的那个年出生的。那立春后出生的算2024，尾数是四。那么大家看一下我发的这个 PPT。这个 BBD 就是零年容易零年生的人，就是尾数是零年生的人，比较容易生肝胆方面的疾病。那么，比如说2001年或者2011年啊，5月6号啊，生的人呢就容易怎么样呢？容易生肾病。那比如说，2022年或者2002年、1992年啊，比如说立春以后出生的人就容易得脾胃病。那2023年或者2013年或者1993年啊，这个尾数出生的人呢，就容易得，他就是容易。得就是它的概率上面，它比较容易得心脏病。那尾数是4年出生的呢，容易得肾病；尾数是5年出生的呢，容易得肺病。啊，比如说1965、1975、1985、1995、2005啊，这些呢就比较容易得肺病。那2006年或者2016、2026啊，然后那个1996、1986这些年出生的人呢，就容易得心脏病。那尾数7年出生的人呢，容易得肝胆方面的疾病啊。那尾数8年出生的人呢，容易得肺病。尾数9年出生的人呢，容易得脾胃病。比如你是2009年2月8号出生的，那你的尾数就是九，你就容易得脾胃病。如果你是2009年1月8号出生的，那你就算尾数八，你就容易得肺病。那么呢，生日的尾数啊，大家也知道，只有零。1、2、3、4、5、6、7、8、9的对应的年运，那么呢，这些呢，比如说你在尾数零，你一定是庚什么年出生的，比如2020年是庚子年，然后呢，尾数一的一定是辛什么年啊，比如你是
2021年就是辛丑年。那比如说你是2001年，那一定是辛什么年？2001再加12，2013应该是辛巳年。那比如说你是2022年出生的，就是壬寅年，它就是壬开头的。那比如说你是，1992年出生的，就是壬申年。那么尾数是三的呢，就是癸。比如说1993就是癸酉年，那2023就是癸卯年。那么呢，如果你的那个阳历的年份尾数是4，就是甲什么年？比如说今年2024年就是甲辰年，明年就是乙巳年，后年尾数是6，就是丙午年。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丁什么年？然后呢，戊什么年？己什么年？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容易去记的，这个年年如此没有变化的。那么比如你是什么什么，比如说2000年出生的那2000年它的天干是庚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寅对应着庚，那它的天干是庚。那么呢，天干化五蕴呢是金太过天人合一。那么人的肺金太过，那金会怎么样？我们学过五行，金克木，那木我们的什么地方属木呢？我们的肝脏里面，我们的肝胆是属木的，所以呢，金克木，你的肝胆就比较虚。那么呢，会怎么样呢？就容易生肝胆方面的疾病，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就是去观察你周围的人你就会发现大概率他们这个都是逃不过的也许某个人他可能他生的是癌症，但是最后真正让他致死的不一定是他生的那种癌，而是他出生的年份造成的。比如说，我有一个邻居他应该是1963年出生的他1963年出生的，然后呢，他是得了肺癌，然后得了肺癌，结果呢，他没有死于肺癌，没有死于肺癌，最后他是死于什么呢？他后来肺癌好了，肺癌他得的时候是晚期，但是后来他好了，好了以后呢，他最后还是死了。为什么死呢？心肌梗塞。所以你看，1963，他尾数是3，所以最后他死于心肌梗塞，这个是合理的这个是合理的。所以呢，这个你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个这方面的。所以其实有时你仔细观察这些还是蛮准确的，你看这些还是真的是蛮准确的。比如说有些人他是那个尾数9年出生的，那么你会看到他得病，可能他得癌症，还是他中风，还是怎么样？但是呢，他会那样，实际上他得病的起因就是脾胃方面的毛病，等一下等一下，我停一下，什么事情？等一下，我先找我现在在上课，等一下。好，不好意思。
他来跟我讲，他要开我女儿的吉普车走去上班。他说跟我讲一下，不然等一下我看到，诶，等一下我上完课出去到院子里，发现吉普车不见了，会吓了一大跳，以为被人家偷了。OK，好，我们现在来上我们今天第12课的课程。那第12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那个五行旺衰跟忌申12宫。这个呢，在你们看八字的时候，看八字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等一下我看一下。有，等一下给大家看，就是先把那个基础学会。第12课五行旺衰与忌申12宫，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课程啊。那么呢，五行的强弱的程度呢，被那些学命理学的啊，它就概括了。这个你在看那个八字软件的时候，在排八字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几个字“旺相休囚死”五种状态。那么这些状态呢，它其实呢是跟我们一年四季啊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有四季嘛，春夏秋冬。那么在这四个季节里面呢，每一个季节，它都有一个五行，那处于旺、相、休、囚和死的这个状态。就是说，如果你有时间，你去观察，比如说你有种花，或者你去观察外面那些花草树木的话，你就会发现每一个季节，它每一株植物，它都会有旺、相、休、囚、死。那么呢，这个五行的状态呢，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旺相休囚死啊，多少人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旺相休囚死的，可以打一啊，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听过，就可以讲快一点。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对这些很熟悉啊，但是呢，有些人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旺相休囚死啊，所以好像是只有3个人是第一次听到，其他的人，哎，有几个人？5个人，6个是第一次听到的哈，旺相休囚死。那么呢？既然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听到，那么呢，我们就要对它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要了解它的含义。那么第一个旺，旺是什么呢？旺是指什么呢？它就是指事物处于旺盛的一种状态，叫做旺。那么相呢？这个相，刚才讲的是旺，现在讲的是相。这个是 stand 刚才讲的是这个旺啊，现在讲的是这个相。那相是指什么呢？相就是处于次旺的一种状态，次旺的一种状态呢，就叫相。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休。那么休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事物处于休然啊，就是衰退的一种状态啊。休就是属于一种衰退的一种状态。你会看到，就是你院子里的花，或者你家里种的花，
它开的时候就很旺，然后慢慢的花就有一点要凋零了，就是虽然还是盛开，但是没有最盛开的时候好看，那个就是像。然后呢，慢慢的你会看到它处于一种衰退的一种状态，就是休息，说白了就是休息。球呢，接下来一个是球，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事物处于衰落的一种状态，或者被困住的一种状态，接近呢没有用的一种状态，这个就叫做球的状态。那么花到最后啊，你会发现，到最后花开了，它一定会有谢的时候啊，花开了以后，它一定会有谢的时候。那么呢，这个就是死的一种状态。那么呢，死它就是指事物它已经失去了能力，被克制到毫无生气的一种状态，就是死地。所以五行在这个四季当中呢，旺相休囚死。那么五行在四季的这个旺衰状态是什么呢？我们就可以以春季为例。那么以春季为例呢，五行木，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木啊。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木。木是怎么样呢？它是当令的，那么呢，我们就讲当令者旺。那么呢，五行火，它在春季的时候是怎么样？是相。令生者，因为呢木生火，所以令生者相。那么呢，水呢，在春季的时候呢，是属于，因为水是生木的，所以它是生令则休。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春天木旺，它不需要水来生，所以呢，水是属于休息的一种状态。那么呢，金呢？因为在春天的时候，金它是克令的，因为金克木，所以呢，克令者被囚。因为你要来克我，所以我就要把你捆起来，把你关起来。所以，五行金在春季的时候呢，是属于囚的状态。那么，五行土在春季的时候呢，木克土，那么所以是令克者，令克者属于死的这个状态。所以呢，木因为它很旺。所以呢，当它克土的时候呢，土一定是死的，所以我克者为死者，所以呢，令克者为死地，所以五行木在春季的时候，它的状态是死地，这个是一个规律啊，大家要记下来啊，这个是需要稍微用脑子记的。当令者旺。令生者相，生令者休，克令者囚，令克者死。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火它是当令的。那么火生什么呢？
我生土，所以令生则相，土就是相。然后木呢？木生火，因为夏天火已经很旺了，它不需要木来生，所以呢，木是在休的一种状态。那么呢，水是克火的，火很旺。那么呢，因为它要来克火，那火既然这么旺，所以克令者求。那么呢，火克金，因为火很旺，所以呢，金很容易被它克死，所以金是处在死的状态。那么这个表呢，大家呢就是要把它记下来，其实也很好记，因为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所以呢，这个呢对大家来讲呢也是比较好记的。好，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解释的望相休求死。望就是刚才讲过了，指事物处于旺盛的状态；相指事物处于次旺的状态；休指事物处于休然无事衰退的状态；求指事物处于衰落被求接近无用的一种状态。那么死就是这个事物已经失去了能力。被克制到毫无生气的一种状态。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五行忌生12宫。在你看那个八字软件的时候，你会看到长生、沐浴啊，长生、沐浴，然后绝啊、木啊这些，这些就是忌生12宫。等一下啊！那么刚才讲的望相休囚死呢，是五行在每个季节当中的旺衰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呢，我们就可以更加细化的来分析，就是说每个五行。在12个月份当中，能量的大小，那就是五行寄生在12宫。那12宫也叫做五行的12长生。这个长生就是长短的长，生活的生，但是在这里我们读长，所以长生12长生。那有些人不会读，他会读长生，实际上是长生，它的读音是长生。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十二长生的这个定义，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长生它代表事物啊，万物它开始生长，欣欣向荣，指事物开始发展时的一种状态。那么呢，这个状态呢，就像我们小孩子刚刚出生，或者说你们有没有种竹子啊？像我们家有种竹子，那么呢，就是它会出那个竹笋，就是那个竹笋刚刚出土的那种状态，就叫做长生的状态。那么。十二宫它当然有12个不同的，一个是长生，然后一个是什么？沐浴。沐浴呢，就像小孩子刚刚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以后，护士就会呢把小孩子抱去洗澡的这个阶段，它是一种衰败的运势。那么命主呢，他会经历这个桃花、酒色、是非等等啊。就是说，当你的命宫是处在沐浴的状态，你就会经历桃花、酒色、是非这些。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很多人是不是很喜欢？为什么会经历桃花？为什么经历酒色跟是非？因为呢，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喜欢去偷看别人洗澡，所以呢，你在偷看别人洗澡的时候，你就容易想入非非，那么呢，这个就容易犯桃花。那么呢，会容易犯什么？容易犯烂桃花，那么就会容易有酒色的事件，有酒色的事件呢，就容易有是非，这就是沐浴。那么沐浴之后呢，还有什么呢？它这个是有顺序的，就是冠带。冠带什么意思呢？冠带呢，就是代表万物逐渐的繁荣，就像我们从少年到青年的一个转折点，它的趋势就是向前面发展的一种状态，是一种过渡的一种状态啊。那么呢，冠带为什么叫冠带啊？你看古代的人，他有戴这个帽子啊，穿衣戴帽，那。就是在古代，它有一个，当你就是可以戴帽子这些冠带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成人礼啊，它有一个成人礼。那冠带之后就是什么呢？冠带之后就是灵冠，灵冠呢就像树木开花结果，就像人功成名就一样，就像就是指呢。一个人啊，自我发展，他取得了成功。那我们就是像古代的人，那穿好衣服，戴冠了啊，戴帽子了，那就要做什么？就要当官了啊，就要去做管理了。现代的人来讲，就是做经理呀，做经理来做管理层了，所以叫什么？叫临官。那临官之后呢？你做了官以后呢，就怎么样？你做了官以后那你就是意气风发，那就达到了人生的这个事业的巅峰。那么地旺呢，就代表万事万物已经成熟，犹如人生事业到了巅峰。所以呢。这个地望呢，就是你到了你人生的顶端，你人生的高点啊。地望就是皇帝的帝，就是你有了皇帝的这个能量。所以，当你在地望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你有帝王的能量，那个时候你的事业啊、生命力啊各方面呢，都是最旺的。所以你会看我们的人生，它有起起落落，就是这个十二长生啊，它所叙述的。那么呢，接下来呢，就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讲了一二三四五，第五个，那第六个是什么呢？衰。不管什么，所有的东西，即使是股票，股票到了一个一定的程度，到了最高点，它一定会降。同样的，房子。它到最高点的时候，它一定会降下来啊，像波士顿的房子啊，在1990年的时候是在最低点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如果好像是93、94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经济很萧条啊，你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很幸运，你找工作能够找到这个美国东北来的话。那个时候，所有的房子都很便宜啊，那个十几万、20万，你就可以买到很好的房子，甚至可以买到那个就是 commercial building 商业的啊。我们就认识有一个朋友，他当时就贷款啊，花了几十万就买了整栋大楼。现在那栋大楼他出租。给人家做餐馆呐，做这个做那个做很多。那么呢，你在低点的时候，你一定会上去。上去在最高点的时候，像
我们这里东北波士顿的房子在2006年的时候啊，就很高很高点，然后那个房子，很多房子本来是可能50-60万的，一下子涨到100多万啊，100多万以后，每个人就讲一定会以为会涨下去，错了。到了2008年的时候，那个Lehman Brothers 的事件的时候，又一下子垮下来，本来130几万、150几万的房子，一下子跌到多少钱？跌到60几万、70几万啊！所以呢，它在最高点的时候，它会跌下来，然后跌下来到低点的时候，它慢慢它又会上去。人生就是这样，所以呢，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它一定是有起有落的啊，所以你慢慢就是说，你就会慢慢的明白哦，原来人生是这个样子。那么衰呢，就是指万物形体慢慢的衰落，像人呢处在衰老期的地方。那么呢，是主什么呢？主消极保守。那如果你的运势呢是处在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就要保守了。因为你的运势开始往下走了，所以呢，你就要比较保守，能够守住是最好的啊。那么呢，这个呢，一定是这样，为什么一定是这样呢？因为万事万物呢，它呢，到了极阴的时候，它一定转阳；极阳的时候，它一定转阴。那好事呢？好到顶端了，它一定会走下坡。那么呢，你到了谷底呢，你一定会走上来。那么呢，我们人生的运势也是这样，你跌到谷底，跌得越低，你反弹得越高，弹得越快。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现在是在人生的低谷，因为当你跌得越低的时候，你上来的时候就会弹得越高，但是当你不是跌到最低，你弹上来也不会很高。所以你看到有些人他是大起大落，为什么？因为他在谷底的时候他弹起来就越高，但是有些人就是跌也不会跌得怎样，但是他弹起来他也不会怎么样，他也就是一般般。那么呢，大自然宇宙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它叫什么？叫阴阳，一定是相互转换的。那么过了地旺呢？接下来就是衰老，万物形体慢慢衰老下去啊。这个就是衰，衰之后就会怎么样呢？人衰落了以后就会生病，所以就到了病的这个宫位。就是指事物发展的状态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啊，就比如说房子，新的房子啊，他开始新房子，他要 set 的，他肯定也很多问题，然后走走走走，全部都修好了，房子在最佳的状态，然后慢慢你会看到房子越来越旧，他也是衰老，人也是这样啊，运势也是这样，他就是指事物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就是一种病的状态。那么呢，病的状态呢，就是它进一步的衰落，就像我们人生生病了，发展的状态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么，当你的运势，你看八字，你属于这个病地的时候呢，就代表人生病了啊。这是一个人12长生的一种状态，就像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去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是病地。那病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啊，你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最后呢，你就会死。所以呢，是指事物发展的状态到了停止的一个状态。那么呢，就说指万物死亡啊，就像人死了，那么所有的事物到了停止的阶段，运行到了死地，就是只会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就是死地。那么呢，死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人死了怎么样？人死了就要把它埋在墓地里面，对不对？所以死了以后就到墓，代表万物归于入库，或者说人
终老以后归于墓地啊，就是埋在土里了。这就是入墓的一种状态。那么你放在棺材里进入了墓地以后怎么样呢？啊，就是绝。就是像事物处于没有希望的状态了，因为你已经进入了棺材，埋在了墓地了，没有任何的希望了，是到绝的一种状态。那绝就类似于什么呢？就类似于寒冬的这种小草，气已经绝迹了。冬天你很难看到那个小草的，那么就像事物没有了希望的一种状态。那么呢，怎么样呢？就是变成粉丝了啊，就是一种绝地的一种状态。那到了绝以后呢？绝以后，你又重新开始了啊。就是如果你在院子里有种花种草，你会看到它就是一个循环，一整年的一个循环。那绝以后就是胎，胎呢就像人受胎，是指万物萌芽的一种状态，指事物发展处于酝酿的一种阶段。虽然它的力量很小，但是呢，刚刚萌芽，它是具有生命力的。具有新的发展，就像人怀胎的这个过程，这就是万物处于萌芽的一种状态。那么胎之后呢？你萌芽啊以后，那就是阳，阳就是万物呢在自然界当中它形成了这个形成之象呢，所以这个力量还是很衰落的，但是指这个事物呢，它处于一种滋生的一种状态啊。那么呢，胎阳之地就刚才的胎，就像一个女人啊，她怀孕了，然后呢，孕育这个胎儿的这个过程。那么养之后呢？紧接着，长生出生了，然后再一个生命的轮回，这就是十二长生的一个过程。这个十二长生，你要记住它的这个顺序。那么呢，这个呢是怎么样的呢？它分为五阳干和五阴干啊，就是这个表，这个表是要记的啊。你也可以把这个表收藏起来，然后每次就去对照。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十天干，十天干里面你有五阳干，有五阴干。五阳干就是甲、丙、戊、庚、壬；五阴干就是乙、丁、巳、辛、癸。那么呢，这个呢，它分。啊，阴阳，那么呢，就是在12个月当中啊，在12个月当中的一种具体的状态。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这个表格它是有规律的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它的规律？学数理的应该很容易看到它的规律啊，给大家一两分钟看一下它的规律。你。稍微看一下，你就可以看出它的规律。你看，看出那个规律没有？那些学数理的啊，比如说像那个何晏宁啊，他应该是学数理的啊，还有那个全红啊，应该是学数理的，胡金啊这些。他们应该是就是很容易看出它的规律啊，有没有看出它的规律？这个五阳干你会看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那么呢五阴干你会看到它是午巳辰卯寅丑子亥戌
有身位，它是逆行的，这边是顺行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阳天干是顺行的，你会看到阳天干的十二长生是顺行的。那么阴天干的十二长生它是逆行的。那么你会看到这个灵官位啊，比如说这个灵官位，灵官位呢啊，它在那个寅，比如说寅的灵官位，它正好是阴天干的什么地方呢？地旺的位置，你看寅。正好是这样，你就可以看到那么呢比如说它长生的地方亥长生的地方呢，在这边呢正是它死的地方，阴天干的死的位置，你看这个亥长生的地方就是这个亥，就是阴天干死的这个位置。大家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应该是蛮清楚的，我这个表给大家弄得很清楚。我们来看一下例子，你就比较清楚了。这样可能你就是像陈轩讲的 sea stars。我们看一下例子你就清楚了啊。比如说壬辰年辛亥月甲戌日丙寅时出生的啊，天干地支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我发的这个命盘啊，仔细看一下。那么呢他的日主，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是日元嘛啊，就指你自己甲啊，甲木。甲木他生在什么月份？辛亥月。那地支呢就是亥， OK， 甲木地支是亥， OK。 那么呢甲木是处于万物发生相容的一种长生状态啊，因为你看呢、啊、甲木啊亥是属于长生的这个状态，这个表是这么看的啊、哦，看清楚了没有 ？OK， 这样。OK， 这样。那么他出生在辛亥月。那所以呢它是在这个长生的这个状态，看到没有，它的日元是甲，然后它生在辛亥月，所以它的地支是亥，所以我们就从那边看它是属于长生的这个状态，清楚了没有 OK。那么如果出生的当天天干换成了乙木，那么月份仍然是亥月不变的话，那乙木在亥月是处于什么呢？如果这里不是甲而是乙的话，如果这里不是甲而是乙的话，如果这里是乙的话，然后在亥月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如果这里是乙的话，那你看乙的话，乙如果和日元是乙的话，乙那么出生在亥月，那就是死的一种状态啊。那它就是处于死的一种状态，这个现在大家理解了吗？就是这么对照看的。
为了给大家看得更清楚，现在我用八字排盘把它排出来啊。刚才这个，我这样标述应该很清楚。刚才第一个例子，它的日柱是甲，然后出生在亥月，所以在八字软件你可以看到星运里面，它写的是长生啊。然后呢，如果是乙的话呢，它呢就是在时的这个状态啊，看到没有？它给你标出来了。那长干你们还没有学，这个长干我就是在考虑要在基础课教呢，还是不在基础课教？因为这个长干啊。比较复杂，是要花不少时间呢，我还在考虑，因为这个再说吧，我看我有没有那个精力，有精力我再放在基础课教，而且要看你们要学习的积极的程度跟你们的兴趣的程度，大家都很有兴趣，很积极，那我也许花一点时间去做课件，如果没什么兴趣，那就再说了。好，那么呢？在八字排盘的时候呢，在这个长干的下面，你看长干的下面，长干那印的下面有个星运，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讲的忌申十二宫啊，忌申十二宫。那么呢，在这个下面呢，除了星运以外呢，你还会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自坐，看到没有？自坐，自己的自，坐下来的坐，这两种状态。那么这里面表示的什么呢？就是天干的十二长生的状态。那星运和自坐它的区别是什么呢？星运呢，它是以这个日柱的天干为中心，分别去对应的，它就是以这个日柱的天干为中心，然后去看它出生在哪一个月，它去对应的啊。四个地支的这个旺相状态，那么呢，如果是丙的话呢，看你们的话，那个就不要讲，你们会不会很 confuse 啊？如果是丙的状态，如果这个日元是丙的话，丙在这里，那刚才我们讲亥，那就是在绝了啊。好。丙，如果是丙的话，刚才给大家看丙。如果丙他生在巳月的话，如果是丙生在巳月，丙，丙生在巳月的话。那它就是临官，临官我们看一下啊，是不是临官？丙在巳月的话，它的星运就是临官啊，临官。然后呢，临官丙巳的话，它就是临官。你看啊，癸，哎呀，这样跟你们解释，等一下，等一下，我想一下，讲把那个这个放到一起，这样我转来转去很乱，等一下。
改一下那个 PPT，不然我现在转来转去很乱。等一下，这个我看一下能不能转一下，这样子啊，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的话，看看可以不可以转一下。等一下，我先把，我改一下 PPT，因为不然这样很难讲课。有时候哦。你在准备课件的时候，你想的跟你要讲课要讲的时候哦，有时候没办法 match，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你这样写了够清楚了，但是你讲课发现你必须要移来移去。行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是，OK，啊，这个就比较容易了啊。太好了，等一下我再把笔拿出来。这个饼它的日元是丙，那么丙呢，它生在四月，丙生在四月，四月。所以呢，你对照一下，它就是零关，OK？所以你看到这里是零关，OK？然后呢，什么是自坐呢？自坐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天干，他自己的天干啊。等一下，我换一个颜色，比如说 orange color 吧。OK，鬼这个鬼，OK，鬼是阴干，所以鬼在这里。然后呢，它的地支是巳，所以地支是巳。这个巳是什么呢？是胎，所以它这个是它的制作，是胎。这个胎是这么来的，大家清楚了吗？你看这个胎是这么来的。这个巳是这样来的，然后这个癸是这么来的，这个呢就是自坐，然后星运呢，星运呢就是你这个日元，你丙。这个日元在这里，然后呢，你生在什么月？生在四月，这个四就是在这边，生在四月。然后生在这个四月呢，所以你查一下是临官，所以呢，你这个临官，这里的这个临官就是这样来。这样大家清楚了没有？清楚你在八字软件上面看到这个星运跟制作，它这里写临官星运，然后呢这里写制作是怎么来的？现在大家清楚了吗？我想这样讲，大家应该是够清楚了。OK，好。那么呢，它这个规律呢，这个表呢，就是说，如果你的脑子够好，你可以把它背下来；如果你背不下来呢，你就把它收藏起来，你方便找的地方。所以有时候你要对照呢，啊，你就可以对照。但是呢，只要你很确定你的八字软件没有错误呢，一般上是不会有错。但是有时候八字软件呢，也会有问题。因为你会发现，就是，有时候八字软件他写软件那个人呢，他我不知道是他学的时候呢，这个不太一样还是怎样？因为慢慢你再学下去，你会发现，就是说，
你不能100%就是依赖这个八字软件，因为八字软件有时候你要能够找出说八字软件哪些地方有问题，因为像我就发现了八字软件有不少的问题。当然，现在你们可能还没有学到其他的，所以你们可能还没有发现八字软件的问题。然后，因为我是有学到那些东西，所以呢，我在用八字软件的时候会发现，诶，好像不对呀。因为八字软件呢，它有一些问题。当然，这个等学到了，我会告诉你是哪里我发现它的问题，的确是有问题。所以呢，你就要看说你那个用的那个八字软件呢是怎么样的啊？那么呢，十二长生呢，你要记住它的这个顺序，它是有顺序的啊。因为这个顺序也代表他的旺衰的这个状态。好，那么呢，这个是那个基础的课程，所以我们那个五行旺衰和忌生十二宫呢，你最主要就是要记住它是什么意思，然后呢，你在看八字软件的时候，这个星运跟制作是怎么来的啊，这样就可以了。等到以后你有机会学进阶的课程呢，它还会再更详细的讲到一些其他的应用方面。好，每课一节。梦里梦外梦经营。醒来不见一分文，眼下只疑求本分，妄想总是空劳神。这个就蛮直白的，这个就不用太怎么解释啊。那老师记，放弃干涉他人，时常反省自己。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很烦恼，就是因为我们干涉了很多别人的事情。自寻烦恼，所以我们要时常反省我们自己。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越来越放下，越来越自在，越来越开心，就不会自寻烦恼了。好，今天的那个课程比较短，我们就到这个地方。那么呢，谢谢大家的参与。那自在老师祝福大家。修行精进，学习愉快。等一下，看一下啊。好，那我们下一节课，我们下个星期一可以吗？因为我看到就是说星期五好像很多人每次都不可以。然后我是想说，我看到就是我们学的越来越比较难了，然后而且还有好些人那个笔记没有。做，我想给他们那个一些机会 catch up，就是把笔记做完，因为我看还有好些人笔记没有做完呢，还有好些人笔记没有做完，看一下，还有不少人，我看一下啊，这个，哎，不是这里，这个作业统计在这边，等一下啊。这个 stop share，stop share，等一下，我看一下啊，share 的是在这个地方，写笔记这个地方，然后你看，还有好些人，有些人一次都没有写，有些人写了几次就不知道放弃还是什么。那还有好些人没有写啊，第一节课的时候啊，很积极，然后慢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给你们一些机会 catch up 啊，给你们一些机会 catch up，所以给你们一些机会 catch up，OK，我都有记录的啊，如果你看到我的记录错误，你最好跟我讲一下。然后有些人他是有写笔记，但是因为他工作的关系，他们。不能够发到群里，所以可以私发给我，没问题的啊，可以私发给我，没问题的。所以
因为我比较 flexible，你可以私发给我，不像有些地方，他一定要发到群里啊。对我来说无所谓，你发给我就可以了，因为我只做一个记录啊。好，那我们下个星期一我们来讲第十三课，第十三课我们应该是讲食神，然后呢又有比较多的东西要记啊。那个食神的话，你看啊。就是我们会讲到这个食神，你看啊，你看到这里有食神、正官、偏印啊、比肩啊、劫财、正印、伤官这些，这些就是食神啊，这些食神，这个就是我们下一节课要学的。这样你就会慢慢了解这些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跟他之间啊有什么关系啊这些，然后长干呢，我就是在考虑到底要不要教，因为那个长干也是，长干是要花时间的，好好学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星期一见，记得要写好手写笔记。